大家好，我是168的探厂达人怡宝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在银伯爵的深圳工厂附近。平时我们女孩子喜欢佩戴一些银饰品是怎么生产的呢？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工厂位于深圳市龙岗区，拥有1100多平方米的环保标准厂房，每年都有上亿的销售额。全国有9大仓储及展厅，这里是研磨部，这里是抛光部，这里是发货部，这里是冲压部，这里是植磨部。 这里是镶嵌部，这里是镶嵌部，这里是车花部，这里是熔料房。我们现在看到呢是银伯爵的生产车间，从画图、制板、出蜡、倒模、成型、品检、编布、入库，然后出库。这里的每一款产品呢都非常精美，我都很喜欢哦。 主要承接线上和线下品牌及定制订单，很多批发商、知名品牌商都是在这里订货，并且回馈都非常好。银伯爵秉承团结、诚信、务实、高效的经营理念，服务于广大客户，期待与您的合作。